学会这一点，你也能做出比肯德麦还好吃的炸鸡翅。鸡翅两面打花刀，加姜片、蒜片、料酒去腥，生抽提鲜，盐、胡椒粉调味。喜欢吃辣的加一勺辣椒粉，抓匀腌制20分钟。准备炸鸡果粉，这是鸡翅酥脆的关键。蘸炸鸡果粉，再蘸鸡蛋液，最后再蘸果粉，抖出多余鳞片，油温60度热下锅，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。